才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才没有一些侥幸心魔，一点点无心错，才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遗憾，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劏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谢谢大家。好帅，好帅，好犀利啊！好棒！你在香港生活多少年了？三十年，足三十年。那我在想啊，你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是不是特别热爱香港？我爱香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坚持，而且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为什么呢？他们在面对那么大的挑战，可是他们不会放弃，他们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尝试，他们正在改变香港的未来，很勤奋哈。香港人有这种狮子山下的这种精神创劲，所以我们一直听到这个词“香港精神”。可以想象啊，很多很多年前，老一代的香港人他们是白手起家，创下今天的辉煌的。但现在的香港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哎，在你身上，我觉得也是香港精神的体现呢。演了这么多的配角，但依然在勤奋演戏、努力生活。啊，谢谢你。谢谢何大叔，谢谢谢谢段国荣先生，谢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是何
好像一个古代美女在为我们演唱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它很特别，特别之处知道是什么吗？当然，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改编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的《水调歌头》，作者望着中秋明月，思念起七年未见的弟弟苏辙。你能不站起来，我个人代表大家站起来。我们也要站起来。谢谢娜塔莉老师您的讲解，您是来自俄罗斯的语文老师。你是在中国学什么？学古典文学吗？我是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俄 MTI 专业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俄罗斯学生。等等 MTI 是指 MTI 就是翻译专业的硕士生，但是我的爱好是翻译中国诗词，所以我来到中国一年，已经学习背诵了近100首中国诗词。今天来到唱响中华的舞台，我非常感谢中华诗词打开了我对中国认识的新大门。太棒了，超年学霸，真的啊！你刚说你已经会100多首了是吗？我们能现场来做个测试吗？小小的考试可以吗？可以。真的吗？这样我们说上半句，你来接下半句哈。嗯。我们先来个简单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嗯，很棒。不过这个是语文一年级，来个2年级的啊。海上生明月。天遥共此时。哇，很棒。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随风潜入夜。误入细无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觉得考不倒哎。沙宝老师，这个句子跟你有关。疏影横斜水清浅，跟沙宝亮老师有点关系。下一句，暗香浮动月黄昏。哇，哎，这个刚才他说他是专门做翻译，而且希望做这个古诗词的翻译。我特别想让你选一首这个中国的诗词，你用俄语来为我们朗诵一下，我们来听一听那个不同的味道，好不好？好的。现在已经是秋天了，那我给大家朗诵一段我翻译成俄语的诗人李白的《秋风词》。Цы об осеннем ветре. Осенью ветер прохладен, осенью луна светла. Если б знать, каким тяжким грузом станет любовь, лучше б н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не зн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мы.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我们会回去好好欣赏这个片段的，太美了。其实你要从事就是把我们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古代的古诗词传播到俄罗斯去。那现在在俄罗斯有没有人专门从事直接把这个古诗词翻成俄文的工作呢？当然有，但是大部分都是老一代的汉学家，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成为我这一代里面很优秀的诗词翻译家，也希望有一天在俄罗斯有出版社出版自己翻译的诗词。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非常期待。祝你成功。谢谢，谢谢大家。